东京话怎么样？喊我当哥，好，让我跳广场舞，你喊我什么？跳广场舞啊？跳脱衣服还能跳？那是宝马身份证呢，门看到了千军万马这样子。跳广场舞啊，可以锻炼身体，坚强体质，还可以改善啊血液循环。这个千军万马等于休息子嘛，老爷。还是想挨老个一家啊？那个阿哥那么凶呗？不要就承认你了，人家管你死多的，老你胖就让滚倒噻。那是俺七个弟，跟他乡村镇赢了太把红木。你锻炼什么？跳广场舞啊？你好多两百五，春发都结束。来不了，咱们不了。你都去乌黑黑开的。阿叔，过些人讲嘛哦，讲啊，俺就不讲，俺嘛，俺就讲啊，都啊都管烈是不？还你家？刚刚我的牛，你们就是爱鸡哦。讲的五分三分，人家讲要是跑进去，可能人家不要讲的，那你有那你讲我。